bunch of lovers. How many rum and coke you had before you got to fill her up? Oh, oh, oh. Let's go! And I don't want to hear about your crew. There's much more important stuff for everyone to listen to.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隔壁跟这家吗？隔壁跟这家优缺点。隔壁的面比较好吃，然后面包。我觉得这家比较好吃，这家汤大蒜味比较重，粥也好，它可以做粥。我们有加点一个面，一个年糕，一个葱跟一个那个土豆。And would we be better off in a world where the good for nothing didn't claim all the space? Oh yeah. Turn back time, do it over again. Just turn back time, do it over again. We need to turn back time, do it over again now.我们没有吃到，因为他，你为什么没有先做功课啊？我为什么要做功课？请问有介绍衣服吗？我喜欢都可以试穿了，慢慢挑。那今年最流行的？全白的。这件？那第一件呢？第一件哦，细微的。哪边？那还有其他款式可以推荐吗？六种款式随便看。哦，但我最近比较喜欢有点隐形条纹的感觉。有什么？隐形条纹的感觉。隐形条纹，推荐这一款。哦，哎，这个真的很特别耶。对啊，这个好。那有隐形波点吗？今年蛮流行。隐形波点。嗯。哇，这真的很潮哎，跟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看起来，这个六件完全不一样。那这件多少钱啊？这件？这件呢、啊？7800。有分 size 吗？这个是 L 的。好的，好。那我们只有 L 是最小的，然后我们有到7XL。哦 ，7XL。那我大概要穿什么尺寸？你这样，这可能要定哦。可能要克制哦，那个哦，可以试试看呐，可以试试看哦。那我等一下去帮你打一个大一点。吃饭饭，吃饭饭，今天吃饭饭，准备吃饭。太习惯跟小朋友讲话。我们今天叫 Uber Eat， 然后我们是吃一个茶餐厅，叫做维记。它好像在那个国父纪念馆附近，苏阿姨那边。它这个很好吃。然后还点了一个皮蛋粥，还点了一个杨枝甘露跟一个西宁鸡。西宁鸡真的是世界无敌霹雳好吃。好啦，他现在在看电视。你看我的斑点，真的是蛋好多。然后 Emma 现在去帮我拿碗，她是贤惠的女孩。
我们回到家里了，然后呢，我买了一些寿司回来吃。今天是很热又很累的一天，刚回来的时候突然就特别有点下雨，不过好险我们都没有淋湿什么的。好，给你们看我们晚上吃什么，然后等一下。今天晚上吃这个寿司，环寿司，台北车站买的。我最爱吃的就是炙烧比目鱼起边，巨好吃无比。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吃饭，吃完饭呢，我就要开始剪影片了，所以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按个喜欢，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